这是那个 Super B Spotlight，我们又多开了一个灯系的小编嘛。那其实有些人觉得它蛮实用的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，开右边门亮方向灯。好，关，你走到前面去，开左边门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左边门。好，开左边门，亮方向灯。好，就是这样。